席，有请 Ferry 啊，好久不见了，欢迎 Ferry。是 ，Hello Hello， 恭喜三位。虽然昆荣哥没有来啊，但是他们去年度我印象，去年音效奖也是被你们拿走嘛哈。好，请三位先来捕捉一下画面哈。好，请看正中央。先看正中央。好，再近一点，三位靠近一点，请看正中央，正中央，正中央下方。好，请看正中央上方，请看上方。接下来麻烦眼神看上方，来，接下来请看一下我们左方。德秋饼换德秋饼，眼神请看左方。好，眼神请看右方，右方这边稍微右边一点点。好，中间再一次，中间正中央再一次哈。好，我们要请三位稍微移下你的脚步，往左边再往左边几步。我们让左边的媒体朋友，我们右手边那边能够拍的照片比较正一点哈。太过去了，再回来一点，再回来一点，太过去了，更等来这边。好，我们再捕捉一下，看正中央。往前看就可以哈。好的，非常恭喜啊，再度得奖，而且系列性也是在去年部分的系列性有很好的展现。好，我们再度恭喜，那我们请三位请拿一下麦克风哈，我们要请各位跟大家来分享你们的得奖的感言。菲瑞，你先讲哦，你先来。好，来接谢谢玉莹，歌咏大道来喝朋友了哈。对，我们是高雄灰姑娘音乐制作有限公司，还有王子音乐出版社。这次很非常感谢正声高雄台给我们这样一个平台，然后做出很好的戏曲节目。然后在音效部分的话，这次音效比较特别，是用一首音乐贯穿全场，然后有不同版本的唱法，所以在音效上，我们采用了电影式的，就像李安一样不断的是超越自己，当然我们不敢自诩是李安，但是我们朝更精进努力，这就是我们公司在制作任何一样有声的东西都是这样子认真的。是，因为其实我知道你们除了入围这个奖项以外，待会还有一个奖项部分广播剧奖嘛，广播剧应该非常期待。去年这两个奖项被你拿走了，对，今年想要再拼一次吗？如果有机会的话。是，另外两位要发表一下，来。帅哥先，帅哥，刚刚你讲话一半，音乐响起，让你紧张了。现在好好讲。真的很感谢，就是正声高雄台，然后给了这个平台，让我们去发挥本来就是我们专长的这一个部分。对，那刚才没有讲，就是说里面集很多人的那个力量嘛。那其实在这边还是要感谢丽小花，还有那个黄介成，其实他们这两个也算是在里面一个蛮重要的一个人物这样子。是，所以这次整个创作部分，应该另外一位美女，另外也要特别再跟她分享一下。这次动用了很多人的力量来完成，包括正声高雄台的伙伴，然后还有我们非常多很优秀的广播人员、配音人员，所以真的谢谢大家。是的，也再度恭喜三位喽，希望待会有更好的成绩。我们再度恭喜正声高雄台，再度恭喜获得这些好的音效奖，再度恭喜生活变更了台湾故事厅，恭喜恭喜啊！是，非常恭喜。好，待会见。如果有机会的话，加油加油。好的，我们另外的部分的企划编撰奖部分已经领到现场了。接下来我们来有请小猪姐姐，恭喜小猪姐姐，恭喜你啊！对，获得很多评审给予很好的评价，来自国立教育广播电台塞恩斯游乐园获得了企划编撰奖。好，请眼神稍微每个方面向帮我们看一下哈。包括正中央下方，还有中央的正中央的上方，眼睛看一下左方，看一下左边，左边上方，左边上方，好，左边上方有，左边下方，左边下方，好，再麻烦请移下，再往您的左边再移下几步，再过去一点，再多走两步，再一步，好，谢谢你麻烦，来，我们再捕捉一下画面哈，让。大家都能够拍到比较正向的照片。好，你也麻烦眼神都看一下。好的，非常恭喜小猪姐姐。小猪姐姐，我知道你自己本身，哎，我们给你麦克风，好嘞，来，请到中间来。其实我知道您在广播上其实真的是耕耘已久，而且在很多的频道当中都很好呈现。做节目对你而言，做广播对你来讲代表的是什么呢？对
我来讲，做广播是很开心的事情，而且我非常喜欢做儿童节目，能够有机会陪很多的孩子一起成长，我觉得是很幸福的事情。是，尤其做儿童节目其实是一个非常辛苦，因为你还跟孩子一起合作，对，一起搭，要把企划编撰的内容完整变成节目架构，这个过程应该比较复杂，应该比较辛苦吧。对，因为所有你要把知识变成小朋友可以听得懂了解的，其实我们需要转化的过程，那这个过程其实需要很多的去构思跟创意跟设计。是，有没有特别要感谢刚刚你讲到的，先利用这个机会赶快来补充一下。我很感谢很多人，因为其实我录节目也有很多的小朋友一起参与，然后像三四游乐园我们总共有五位小朋友他们一起来共同的这个参与，然后我们也请了，因为它是一个科普的节目，所以我们也邀请了国家太空中心的任务科学家肖俊杰博士，然后来这个鼎力相助，然后也有生物老师，然后也有学校也有医院的医师来帮忙。是，所以评审给你们最大的评价，其中包括节目非常精致，在整个规划上跟最后的执行度是非常吻合的，而且重点部分是知识当中特别来源是非常清楚的，我想这是你们用心的地方。谢谢，是希望教育广播电台不止您得奖，更多人得奖，而且特别跟你分享一件事情，开头一开始的镜头拍观众席立刻就拍到你，我有发现，是记得回去好好把这段录下来。谢谢，好不好？再恭喜小猪姐姐，恭喜你，谢谢，非常恭喜。好，等一下要颁发的部分为大家所进。